个人 solo 舞台中展示自己对舞台的热爱，最后根据评委老师点评产生一名淘汰练习生。决定各位命运的老师一共有五位，音乐导演李向勋老师。出席的嘉宾导师，来自 2AM 的歌手郑振云先生，欢迎您。还有我们的隐藏评委，这个等到我们演出之后，我会来给大家公开。让我们有请第一位竞演练习生。扎一琛，请你登上。